係咪覺得我講十二星座嘅時候好似圓滿地咧？啊，一講起辦法同埋策略嘅時候咧，就醒神曬啦。咁唔識我嘅人，我係叫 Nelly， 我係一個玄學顧問，亦都係一個人生教官。咁乜嘢係人生教官啊？英文咧就叫 Life Transformation Coach， 就之前係教你點樣去面對人生嘅問題，同埋點樣可以做好自己嘅。咁我咧就係將玄學同埋 Life Transformation 係加埋一齊用嘅。咁玄學就可以俾到我，唔需要花咁多時間嚟同你傾偈去了解你啦。因为我一排你的八字，我一看到你的八字，我就已经知道，哎，到底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啊？那我就可以很清晰地跟你分享和解释了。当我将两样问题一起用呢，就可以减少很多时间，也都可以加速进步的快度的。那除了做顾问，我都是有开班的。那如果你是有兴趣去学八字或者是奇门的呢，你都可以去我 Facebook 嗰度睇睇下我今年我开咩班啦。我啲班全部都系讲英文班，因为广东话对我真系一个挑战嚟嘅。咁我平时就唔多讲广东话啦，我平时就讲英文多嘅，所以我做呢啲几个中文版嘅 video 对我系真系一个好大挑战。我系花咗成个月去 brush up 我个广东话嘅。咁有时我讲到我自己都会好笑，但系唔经唔觉我都做开17个广东 video 啦。所以我对自己的挑战都几满足的。如果你们是有兴趣去学八字或者奇门的，你们可以找我，可以跟我沟通下交流下，可以去我 Facebook 那里留言来 contact 我，或者你都可以 join 我 Telegram group 来留言来跟我聊天的。咁我今年开个班，我在这个 video 下面我就会把两个 link 在给你们 register 的。咁我係有分開，有啲係 Facebook event 啦 ，Facebook event 你哋唔需要去我 Facebook 嗰度 register 噶咯。咁我係有三個 main workshop 嘅，今年就係、是、第一個就喺三月啦，3月12日至13日，就係、是、叫 Best Year Ever with 八字 and 奇门。咁依個 workshop 我係混合咗八字命盘同埋奇门命盘，加埋年同埋月个气场，嚟教你哋点样去睇今年系会影响到自己点样，跟住每一个月个气场都系会变嘅。咁我十二生肖个 video 咧就系、是、流年入本命啦。咁另外一个角度都好重要嘅，就系、是、本命入流年啦。因为流年入本命，我哋系睇到呢个流年带入嚟嗰啲磁场，但系我哋自己入边都有另外一个磁场。但系当每一个外边嘅磁场入嚟，我哋入边都系会有唔同个反应嘅。呢个就系本命入流年啦。咁我第二个 workshop 咧就喺 May 5月7日至8日嘅，呢个我系教土宫飞星啦，同埋我哋个 Eight Moon Chart。咁我第三个 workshop 就喺8月啦，就8月6日至7日，呢个系专教八字十神个 topic。因为我哋都会好多人，如果系学八字嘅，你就会听过啊，我哋有听过啊，有咩 direct officer 啊 ，direct resource 啊，就啲。正官、相官、天任、正任，在这个 workshop 我会教你们怎样去利用这些十神地提升自己的潜能。如果有兴趣的可以 fill in 个 form register 啦，个 link 我会在个 video 下面。如果是有东西要问的，有东西不清楚的，你就可以 contact 我。那另外在我 Facebook 我也有些我的 services 啦，有兴趣的也都留言给我啦。咁我哋个八字同埋奇门命盘系冇得变嘅，我哋可以改变嘅就系我哋个自身啦，去提升我哋个醒觉同悟觉，就系、是、改下我哋睇嘢个角度，同埋调整我哋个心理同心情，去创造一个美好嘅人生。如果你系想再深入去了解你自己喺你八字入边，或者你个奇门命盘系到底你有咩潜能啊，有咩嘢系要改善噶，要睇下噶，咁你就 contact 我啦，我可以帮你详细了解你个八字。都系嗰句啦 ，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 video 咯，多谢。